Hello，我是小娜，俺哥说的今个来给我聊锅底嘞。刚才俺哥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到地下车库了，还不知道我搁哪儿住嘞，我赶紧下去接接他。俺爸他们都没来过我这儿嘞，第一次来。我贼稳，我闭上眼。你还真起劲啊！你呀，必须的，美美的。嗯，美女儿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直接点赞都弄来了，要不然在桌里弄上。孙玲说：“我自己也挂不上是吧？”一般都没人挂不上。这人家老多了，就是该开的。开小了没法给，就我自己该不该都给。你该给这啥家伙？空间太小了，你给他干嘛？看着地了，咱们要吧。这个屋子就这个太小了，咦，高处不妥了，镜头里。整也忙不错啊。谁选的呀？共同选的呀。嗯。不是共。去了我就你不知道他那好小，我就找，别找别。你看人，你选那个筑梦未来。然后我说下边倒也可好看，然后他说找时来运转，然后你说哎，那时来运转吧。其实那筑梦未来也可好看。我这儿就有个平底锅，他用平底锅，我炸个烩面，就当是锅料油了，然后放凉水了，意思意思。我这个锅。俺先去吃点饭，领着俺爸哥他们，俺爸好好记记位置，俺妈晕车，然后没有来，下次带着俺妈一块过来。别傻了，去光倒葱倒肉啊！你们没炒锅是吗？啊？没炒锅，你那没绝气了？没啊，没气儿。想吃啥赶紧说，我跟你说，过了村没着地儿，俺放。完了，我这在头上。这边跟面那样的粥，头有点肉。你这包了给他擦。他吃啥都行，他不吃青菜。俺爸、俺哥他们都回去了，我这小家今儿个也算是正式开火了。以后慢慢往里头添东西，让他越来越有个烟火气。以后也欢迎朋友来做客啊。